觉得太好玩，真的。好，把你种进去。哎呀，不听话。林业的话就不知道干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林业的话目标就是种菜。今天要种种东西了，我明天要种东西了。种东西吧，哎，这个量。然后那个战神斧的话，哎，不行，我今天要快点做一个导弹，要不然明天 GL 就来炸我了，快点！我要做什么反导弹系统？观众你们怎么想呢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。但是靠，我没钱租服务器。靠，又怎么没了？只是这个蘑菇很讨厌，这么傲娇。你今天怎么这么那个情绪激动？是不是？每个月那几天，我来打你副了。天，哎，好烦啊！这蘑菇太亮了，还种不下去，那么傲娇，气死我了！必须要非常亮吗？必须要非常暗。可恶！逼我，周围全部包围着。我正在弄，放几个树叶吧，我要给你几个树叶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好，所以你觉得是战争服还是林业好？都好，我们都玩。天哪，得出两个系列。不过现在问题是 DYB 不在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就把 DYB 踢出帝国吧。开玩笑，反正人们已经淡忘他了。开玩笑，其实大家永记心中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观众都不知道 DYB 是谁，那是因为他看了我的系列，哎，他现在只知道 DXD， 哎，什么来的 ？DXD 是谁？是我们的新的一个成员。DXD 啊？就是我。DXD， 你不是 XD 吗？对啊，就 DXD 啊。你为什么还在自己的名字里面加一个温迪？你不知道那是女的名字吗？是吗？那可多文雅。那是女的名字。不是，那是拿我的名字自己译过来的而已。你，如果一个人中文名字叫什么，比如说他姓徐吧，徐丽斯，然后给自己取名英文名 Alice 吗？对啊。开玩笑。你怎么又学我的口头禅？学你的。怎么可能？你给自己取这么女的名字干嘛？真是。那就叫做 Superman 好了 ，Super Day。然后你和老外交流 ，Hello, 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Wendy。怎么了？老外从上往下打看了一下你。Are you serious? Serious 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了。哎，老外以为你是变性了。开玩笑。那小迪英文你帮我取个呗。你要一个英文名，不，别告诉你在学校本子上自己英文名就写的温迪的。是啊。没同学笑你吗？没啊。中国真好。唉，中国都不歧视了嘛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些唉，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唉。只有外国会有什么反同。老师都没笑你，你们英语老师什么水平啊？他可能会默默的笑一笑。真的。至于他有没有笑我就不知道。比如说英语老师在上课时候，温迪起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这样说？所以我就起这名字啊，他不会点我啊，多好啊！哎，真的他不点你啊？是啊，就因为你叫温迪。对，真的假的？是啊，所以他就不点我啊，多好！所以你要取一个很娘的名字，我给你取一个吧。我的名字英语老师不会读，其实我自己困惑了很久也才会读的。好吧。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怎么发音。我英语名字就是我优酷账号现在名字，前面那个，不是帝国下划线后面那个 ，LC 前面那个。帝国，你好，帝国。对他们总是叫我帝国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好像叫凯奇天虎一样。天虎，你能告诉我这个就是？Oh yes， 成功了。不够高。好吧，我再垫高一下。我在想你在做新房子还是什么？原来你在搞这个。天！我要够，让它够，让它先长成呢。我打了两组木头。我们可以做新家了吗？天！正在做啊我。你在做新家啊？对啊。真假的？真的啊，蘑菇新家。天哪，就不能做个别墅出来吗？
那个，我们弄一集专门挖材料，然后再弄一 集。我材料都拿出来四打木头。不够，我看过一个视频，起码你都要十打木头才够。那我继续采去。天，你这人太苛刻了。苛刻才好。我们创造一下吗？我已经累了。开玩笑，给你创造。你又说我的，开玩笑。你怎么又能说我的口头禅？开玩笑。挺好听的，上看听上去。这蘑菇太傲娇了，可恶。开玩笑。嘣嘣了嘣嘣了嘣嘣了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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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这树都要被挖完了，哎，没有怪物生成，太好。我们这一集就是来挖树的。看子民是不杀生，保护自然，啊，咱们偏要对着干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偏要和他不啊不，咱们就不小心和他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的后庭还多了个桌子。后庭多了个桌，本来就有一个桌子。啊，多了个凳子。那给谁？给 G 幺了吗？给 CY 的呀。哦，给他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你连他都忘了？他是我们十几年前的同伴啊。天，那时候我还记得 Minecraft 在 2.5。 2.5 那时候版本是 2.5 的时候我们相见了，现在都 30.8 了。30.8 了。对啊。 Notch 都已经老了。 Notch 80多了。 OK， 我要继续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蘑菇给种下去。他的大胡子都变白了。你看过那纪录片吗？啊，没。我翻译的。没。我们团队翻译的。没。你竟然没看。是的。20000多人看了，你竟然没看。是的。天。哦，我靠，爆了。什么东西爆了？搞。啊，喂，惨。啊？铲子爆了。这个要叫吗？天。你那个是什么？叫什么？地狱油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什么？地狱油还是什么？地狱歌？地狱歌的。啊，那个叫地狱歌。地狱歌，章鱼歌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知道章鱼歌是什么吗？海绵宝宝。啊，对。至少你还知道。不错，还记得。太大星。还是让你30年前看过什么东西？我30年前我看的是多叉 A 梦啊！我现在才35岁，我现在都接近70了。天，我5岁的时候，你就已经30岁了。对啊。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所以我现在右手那个这个。按要按右键的那一个是什么食指啊？什么指啊？中指不是吗？哦，中指。对啊，我中指现在都不会按了。你中间那根脚趾？我去，为什么这蘑菇它不长啊？好傲娇啊！你不要问我呀，我又不是蘑菇，他妈！耶、yeah, ，哇，这个蘑菇很帅，你看了你一定会喜欢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一点脚了。我再别打掉，这个千万不能打掉。太帅了，马上就拆掉。你敢？跟你绝交？我们有什么交情吗？这和那边有什么区别吗？没区别啊。我们怎么进去啊？一样进去啊。哦，进不去。对，进不去。天。后面的事就你来做吧。我去挖点丛林木。你要干嘛？种可可豆？不是，建筑材料。可丛林木建筑材料？算了，不挖丛林木，就把这两棵树给挖掉可以了。哦天！其实我是想要找到蘑菇牛。我。从出生到现在，在 Minecraft 里面从来没有找到过蘑菇这样的东西，蘑菇牛什么的，蘑菇岛。你的人生太悲惨了。
你难道你找到过吗？是啊，还自己找的，不是靠地图的种子？当然不是啊。呵呵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地海拔弄低啊。我最近在玩那个什么，最近在玩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来着？哦，死亡独轮车，不是龙之谷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你是不是玩过？我没玩过。你不是跟我说你玩过吗？我同学玩过，然后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好无聊，然后就没玩了。挺好玩的。然后我觉得好幼稚，然后就没玩了。然后觉得画质好差，然后就没玩了。画质挺好的，好个头，比大多数网游好多。就我不太喜欢玩网游。那你还玩？你叫叛徒。我把它当成单机游戏来玩。坑。就像你可能也有可能把那个上古卷轴当网游来玩，也可能。